道菜叫做火遍八方。你林春伟，哇，他就泡澡了。哦，这咱东北人熟啊。这个部分是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在问你。我反问啊。这个朱老师他又别我就别停，就这个了。三二一，走。火真脆，火遍八方。送给你，欢迎来到幸福账单之幸福美食集，一场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盛宴正在等待着您的到来。每一道菜都蕴含着独特的地域风味，美食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味蕾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的传承。踏上这场美食之旅，保证让您流连忘返，感受到不同地域的独特风味。您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美食的世界吧。东北美味，一种能触动心灵的味道。东北地区以其独特的烹饪风格和美食文化闻名于世。这次我们将带您领略东北美食的魅力，让您在家中就能够感受到那浓浓的东北风情。第一个是大拉皮儿，东北大拉皮儿，大拉皮儿，哎，这个有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木耳丝、鸡蛋丝、肉丝炒的洋葱配着拉皮儿。对对对，最关键是不是就得是灵魂酱汁儿？酱汁儿在哪？对对对，它有那个麻汁，如果说没有这个麻汁，它吃的就是不地道了。哦，迅宝吃过这个吧？我吃过呀，但是没有吃过这么漂亮的。凉菜特别讲究的也是一个刀工处理，也是，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放在一起，图个喜庆，团团圆圆。对对对，那大厨，那您帮我们，您帮我们。好嘞好嘞好嘞，来，把菜肴它就搅匀它。哎呦喂，大东北的感觉哦。这个头盘吃完之后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饱。好嘞。对，它吃起来特别的爽口，特别的开胃。太棒了，来吧，我们做的这道菜就是东北对。首先呢，要先把这个排骨下锅焯水啊。东北乱炖的这个特色就在于是什么呀？乱，你喜欢吃啥就放啥，就是主打一个随意。对吧？你看，我爱吃这个南瓜，然后土豆，然后或者你爱吃茄子呀，都可以，尖椒啊等等都可以。加点花生米。对，哎，花生米给那边啊，咱不抢他的。好，那现在肉已经焯好了，对，下一步做什么？我们要先把这个排骨用糖给它上上糖色。哦，你看已经挂上那个金黄色的那个颜色了。对，它每块肉必须都均匀的挂上。哇，随着这个葱姜蒜加进去之后，这味儿一下就出来了。啊，加点水，放一些老抽跟生抽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豆角下进去了哈。其实一般情况下，我会把这个豆角还有南瓜一起放进去炖，因为炖菜嘛，对吧？一起放进去炖就好了哈。大概呢，就是如果你高压锅的话，时间就短，一般情况下锅大概也就20-30分钟就可以了。很快啊，咱就放着炖就行了。大功告成，开开锅盖看一看，杠杠杠杠，哇，东北乱炖啊，太有食欲了，对不对？而且颜色也特好看，你闻那个豆角的味儿。对，这个时候最需要一碗大米干饭。对，东北菜主打就是一个实惠，你知道吗？谁说东北菜卖相不好？乱炖这个颜色多丰富，层次，红的、绿的，对啊，都有啊。来，老师尝一尝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特别棒。来，我做的这是一道杀猪菜。首先为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杀猪菜啊？因为过去东北地区农村啊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猪。对，过年的时候会杀年猪。哎，村里边之后一定要趁这个猪肉最新鲜的时候做一顿杀猪菜。对，而今天呢，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五花肉，还有东北典型的铁肠，特别香。好，还有这个粉条啊，粉条，酸菜。那第一步把这个五花肉焯一下，好吧，这个时候呢稍稍放一点料酒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稍稍的把这个五花肉里的这个沫子或者是血水啊给它撇一撇，稍微打一打。 对， 对，打一打。好的，沫子撇完之后呢，放入葱和姜。嗯，葱姜提味去腥。嗯，是吧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样把酸菜呢可以洗一洗。好的，你看这个里边就可以炖着了，把它盖子盖上来。这个就找盖儿，等会儿我就把它拿出来。我来了，哥。好，这边炖着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就可以炒酸菜。
倒少许油，倒油，使用。倒油，倒油。咱俩这两边，咱俩手怎么打的了？这两边咱俩放着。你要什么，哥？这个少放一点油。你多倒点，别那么抠搜。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我切点蒜的。依然遵循着热锅凉油。倒来点蒜进去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关小火。老师，我发现你们都特别喜欢吃蒜。少来点蒜。以段老师为代表的爱吃蒜的代表团，多少次我们这个分就栽在这口大蒜上了，真是不夜在床上惊醒了，你看那口蒜没夹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菜最后要不要像刚刚老师说的加一些生蒜呢？我觉得哈，为了这个分儿，咱得加，必须加。两位，哎，作为东北人，喂，怎么了？烤过之后，这个酸菜味是不是出来了？出来了。嗯，好了，你看这油已经均匀的分布在酸菜里边了，这个样就可以关火了。它现在啊是要大块的炖，好吧？完事儿拿出来再切。对，等到快出锅的时候拿出来切片摆盘，这样它就入味儿了。现在呢，开始给我们的这个杀猪菜啊调味，哎，放入两枚八角，当然盐是必不可少，嗯，对不对？根据各位的口味，好吧？对，一会儿出锅时候尝一尝啊。好的，哎，三位老师，那位老师的口味重一点。哎，对，张老师他喜欢吃咸点儿，嗯，这个段老师主要是蒜，这个蒜只要整明白了哈，分儿就能拿上。嗯，我研究明白了，生抽来一点，生抽来一点，对吧？好的，大家注意到了哈，你看我是半道调味的，然后这个粉条啊，一定记住不能先放，因为它很容易化烂了，就烂掉烂了。对对对，啊，现在咱们就放吧，好吧？来，嗯，我们把那个血肠也要现在这个时候放，为什么？它也是非常容易烂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盖盖。对，谢谢。好的，因为血肠啊特别容易烂，我们中途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血肠拿出来。现在我们尝一尝这个咸蛋儿。这个诀窍一定要告诉大家哈，这个肉烂没烂，炸一炸，对吧？哎，可以了，这条肉已经出锅了，挺烂的，相当的厉害了。接下来呢，就看我的摆盘功夫如何了啊！哇，你看肥瘦相间呀，对吧？而且一切感觉都在往外冒油的。哦，对，已经煮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要拍蒜吗？好。这个时候摆盘就非常重要了，是不是啊？漂不漂亮哈？你看，谁说东北菜没有那个摆盘呢？对不对？这个考验我的刀工的时候到了啊！你看拉大锯一样，不能这么切啊！你看，得斜着，不要拉锯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样，你看拉锯一样，嗯，这样它才不会碎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的东北杀猪菜已经大功告成了，只差最后的一步画龙点睛之笔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蒜泥，哎，加酱油，放一点生抽，这样我们的白肉跟血肠在吃的时候蘸一点，我的天呀，吃肉不吃蒜，味道少一半。我的这道东北杀猪菜来了，生猛海鲜。海鲜以其鲜美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而备受喜爱，这次我们将带您领略各种生猛海鲜的魅力，让您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海洋的奇妙与丰富。非常经典的就是这个老醋折头，但老醋折头做法是有讲究的。来，曹师傅，您告诉大家，您给现场操作一下好不好？老醋折头该怎么做？我先问您一个问题，也替大家问一下啊。好的。折头是非常咸的，对，所以很多时候做的时候去不掉折头的咸味儿，怎么处理？我们先把它烫一下，然后把它片好了以后，再把它溜水。两遍到三遍之后就能把那个咸味基本上去干净了。没有，得洗好多遍。洗好多遍。对。哦，那就是我洗少了。对，它在一个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火候。哦。你不能把它烫大了，烫大就和那个皮一样就咬不动了。咬不动了。要太轻的话就不脆了。哦，我经常在家里做，就永远做不好，就是因为它水不够，太咸了，太老了。来吧，老醋折头怎么做？在今天晚上，您家里就可以添上这道菜。主要是我们选用是红折头，烫了以后把它片成薄片儿。大概这个片儿到这个程度。对吧？对，因为它是带花的嘛，这个，你看特别的漂亮，这个，配料有那个水果黄瓜，因为它搭配起来比较脆爽。水果黄瓜、洋葱、木耳，哎，你看人家这个摆盘上来之后啊，其实即便是家里吃饭，我觉得有这么漂亮的摆盘，仪式感，这
仪式感，仪式感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最主要还得放点蒜泥，要有点底味儿，底味儿。哎、哦，要不它底味儿它不够，能把它拌匀。抓拌均匀。这是加上香菜，这是香菜苗。对对对，它点缀一下。点缀一下。哎呦，太讲究了，太讲究了。所以咸口是本来折头就带咸口，再加上一点点的这个蒜酱蒜汁儿，对对对，最后浇汁儿啊，对，最后浇的是老醋汁、哦、老醋我们是自己熬制的，也是加入了苹果醋，加入了米醋。所以您这个熬的这个老醋汁儿不仅仅是我们在家里用的那个陈醋啊，那不是，那不是，三醋合一，对对对，熬制之后才能出来老醋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它那味道比较柔和。我说家里做的怎么跟饭店吃的不一样，人家这三种醋结合在一块儿呢啊，你看这不光是有醋、啊、还有什么、嗯，还有辣椒油，它浇上油后显得它这个抬着头比较亮。对，油主要是提亮的。你看就比较有。哎呀，对对，三醋合一加上辣椒油啊，这个就是灵魂了。来，这个我们能尝尝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折头其实特别的脆，也是特别的爽口。嗯，你听听这声儿，脆脆的。这像不像在东北踩在雪地里的？哎呦喂，真的是。葱烧海参是鲁菜的当家菜，以水发海参和大葱为主料，海参清鲜柔软香滑，葱段香浓，食后无余汁，葱香味纯，营养丰富，滋肺补肾。我以为这道菜非常难，但其实段师傅说家里能做。对对对，能做。首先呢，就是在家的有鸡饭老抽，对，再加点鸡粉就可以了啊。过年期间剩那些鸡汤了，包括排骨汤了，也可以放在里边，味道更好更鲜啊。这是我提前熬好汁啊，很简单。这样的话，我把汤汁放里边啊。哎呦，哎呦喂，大厨现场做。这里边最重要的一点，葱烧海参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葱油，葱油，哎，熬出的葱油，对对对，你看龚老师很明白，他属于沿海人，一闻他有个葱油，对，葱油啊，一起熬，熬到焦黄，加进去，首先把这个山药丁啊、哦，山药丁，山药丁，葱烧海参里面要放山药丁，现在饮食嘛比较健康一些啊，吃点山药啊，放里边以后煎搁一分钟，再把这个葱放里边，哎。炸好的葱段，葱油是葱油，葱汁是葱汁，最后再放一点葱段。哎，好、哦，这是不是鲁菜当中的名菜、啊？最经典的。啊、接下来，迅宝考考你，这道菜最重要的程序，你猜是什么？肯定是葱啊。勾芡。哎。啊，勾芡。对，这段师傅这个葱烧海参这个灵魂勾芡，你得给大家好好讲讲，勾几遍？一般呢是勾三遍。哎，三遍芡儿、哎。三遍芡儿。水淀粉，玉米淀粉最好对对啊。第一遍，哦，第一遍勾芡、哎，这就是灵魂了。灵魂，嗯，对。两遍来了，一定要叫它打匀的。哦，一定要分开，不能 一遍锅，一下就糊了，刚下去了、哦。嗯，最后一遍，哎，三遍芡，这个明油亮芡啊。对对 对, 对、啊。我先摆个盘吧，摆个盘，有点仪式感。对对对对对。呛两颗小青菜，摆点胡萝卜丝儿。胡萝卜，色香味俱全吗？是呢。海参好不好，一定看它这个，就是造成大八字、哦。什么叫大八字？你看，成个八字，让夹子筷子夹起来。哦。每个海参筷子夹起来是个大八字。哦哟。给这个朱老师挑大的。哎呦，别，我就别停，就这个了。哎呀，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太棒了。给你再浇一点点汁儿，可就太棒了！哎呦，好了，起锅了！哎呀，我就不等你了，你先来吧，我就直接来了。要怎么样，迅宝评价一下我们的海参？怎么都说不出话来了？好吃到无语，真好吃。Q 弹，关键它的灵魂是那个汁，您调的那个葱香，夹着这种 Q 弹的口感，真的就是太棒了。因为我们胶东的海参啊，它生长周期比较长啊，它这个弹性啊，包括它的胶质呀、啊，吃到嘴里边就是糯糯的、黏黏的，真的太棒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做火遍
八方。哇，为什么叫八方呢？因为我们要用的这个食材啊是横着走的。来吧，师傅。哎，梭子蟹啊，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啊，海中的极品食材梭子蟹。咱得首先呢先把它处理一下啊，咱们首先需要把它鳍抠掉，然后把这个去掉。哎，这里边呢吃蟹的有几个地儿要去，对不对？对，蟹心、蟹胃、蟹腮、内脏都是要去掉的。所以做螃蟹不能说拿回家之后直接就吃的啊，那很多东西会对身体不太好的。哎，您看这基本上这就算非常干净了，很干净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从中间一开二，再开二。好，这一只蟹基本上就处理结束了，但是这个蟹壳不能扔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摆盘。是，好，海洋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。处理下一只。好，处理下一个。处理下一个，咱俩一人一只嘛。可以可以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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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个蟹在家还真的很少做。来试试试试试试。那接下来我考一下你，现在你摘出的这个部分是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在问你。我反问啊。我知道。我也知道。心。对了。为什么不认真听讲？好了吧？好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这个刀工可以吗？要不行，刀工让海洋代劳了。来来来，你来吧。你看，咱们用这个焗啊，用的是大砂锅。嗯。大的这个砂锅呢，它这个因为加完热之后，它独特的材质啊，它可以长时间的闷在里边来加热哈。然后我们用了很长时间，已经把它烧得很热很热了。你看，把手放这儿，哎，非常热了已经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热锅凉油开始加。热锅凉油二十点啊。给它整个铺满，然后先下姜，先把姜炒出香味儿，然后是蒜，是吧？先姜后蒜，对，再放葱，蒜很容易糊的啊，蒜就一大块就行，对，因为它是垫底的原料啊，对，就是垫底，所以不用给它切小了啊，不用切小了，哇，好香啊，是吧？出来了，一直在往我这边飘，是吧？这个。叫干葱头啊，干葱，对，干葱啊，我一般喜欢叫它小洋葱，差不多，我们火稍微开大点儿，上螃蟹，这个就要直接摆在上面哈，然后咱这个把螃蟹就摆在上面哈，对，咱可以转一圈，转一圈，比较均匀，然后我们开中火。哎，因为我在中间已经做了一个步骤，就是把这个蒸鱼的豉油汁儿里边会有鲜味儿，会有咸味儿，会在中间的过程加一些进去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也可以按照您的自己的口味，但这道菜主打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儿，海里边最新鲜的味道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好了，把最后的这些小葱叶哈，把它撒在上面。当然，还有一个。最有仪式感的，我给它加进去了。我们加一些，这叫高度的烈酒，把它撒在锅边。这是起到什么作用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着，三二一，走。各位，烈火真脆，火遍八方，送给您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叫做称心如意。用的这个主材呢，就是我最爱吃的虾。虾为什么呢？因为虾肉它蛋白质非常高，可是脂肪却非常非常低。这个虾呢特别简单，先把虾头给它掰掉。掰掉虾头之后呢，就是要拿这个牙签啊，把虾线给它剔出来。来看看，我刚刚呢已经把这些虾的虾线都已经取好了，并且呢给每只虾都做了开背啊，看开背，当然了有这个菊萍姐姐的帮忙啊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个动作呢，就是先拿盐、鸡精跟料酒把这个虾呢要先腌一下，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要焯水把这个芦笋焯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队长，麻烦您把这个盐啊、味精，哎，对，味精、鸡精也可以，和料酒给它腌一下。水开了之后呢，要先放一点盐跟糖，哎，这个是师傅教的，把这一个芦笋下到水里面去焯一分钟就可，然后我们要过水，过水给它冲凉了之后呢，再把它跟虾完美的混合在一起。
下一步骤是，我们先拿这个虾啊，虾跟这个芦笋拿牙签给它固定住，穿在一起了之后呢，每一个都像小燕儿一样、哎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裹这个粉了，拿这个香炸脆粉跟这个玉米淀粉，我们俩混在一起，加上调那个油量，用1:1的量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的锅中放入大概半锅的油，一会儿呢就要炸制这个虾，我们这个裹上这个粉就可以下到里面去了，蘸裹上之后就行了。啊，好，然后再把那个全体都回到锅里复炸一次，哎，哦，再温高一点啊、哦，我一般就炸一次。这东西边炸完了，茄盒啊什么的都得最后再回来，咵的就有肉的，再一次。对，有这个包裹，哦、包裹这个糊的，嗯，好，最后一次复炸，让他们大集合，哇，好走。是这样，要么就尾巴全朝上，嗯，是吧？要美观，那芦笋的方向吧。好的，那就绿头朝中间。好，哎，请三位老师品尝。热辣川香，川菜和湘菜以其独特的辣味和丰富的口感而备受食客们的喜爱。其菜肴辣而不燥，麻而不涩，香气扑鼻，让人垂涎欲滴。你准备了一道什么菜教给大家？辣子鸡，辣子鸡丁，歌乐山辣子鸡是吗？哎呦，太棒了！首先说一下这个辣椒，嗯，这辣椒选料很讲究，嗯，它是加了一个新一代，还有石柱红，还有那个小米椒。新一代辣椒它能增香，石柱红也是增香的。嗯，小米椒提辣，嗯，三种辣椒混合在一起炸出来炒制的辣子鸡，把辣椒的味道散出来。是呢，嗯，先我们把锅烧热，哎，去码这个热锅凉油啊，对对，把这个炒制好的辣椒倒锅里面，哇，哎呀，这个香味出来了。炒的辣子鸡辣椒一定要多，这吃辣子鸡的魅力就在于在辣椒里面挑鸡吃。就一定要辣椒满满的，你去挑，你才有味儿，是吗？对，一定要炒得干干的。这个三种红辣椒，加上蒜、花椒，加上麻椒，就是一个麻字儿哈。这花椒用的是汉源的贡椒哦，这用料相当讲究。这辣椒炒酥脆了过后，就把鸡倒进去。而且这个鸡肉之前要过一下油的，对吧？对 对，要炸一下，要先炸一下，过一下油啊，把水分去干，干香。哎，干香，对。香味出来了过后，我们就把葱花、芝麻加进去。啊，葱花、白芝麻。哎呀，这辣子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？在我们家里面，就是快快乐乐吃鸡，热热闹闹的过个大吉大利年。啊，吉利的意思。你不觉得吃着这道菜就会想起一首歌叫《好日子》吗？来吧。哎呦，这个辣子鸡最大的魅力是从辣椒里挑小鸡块吃。用四川话说就是辣到旋旋的，这个停不下手里的筷子，越吃越想吃。旋旋的，来着来着来着，尝尝吧，尝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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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我分一块。哎呀，好嘞，好，谢谢您。香，麻辣鲜香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三位老师，我做的这个叫鸿运当头，好名字呀，突出这个红红火火。是的，这鱼头你们都见过吧？哎呀，我们平常啊叫胖头鱼，对对对，实际上它叫花鲢，哦，花鲢鱼，或者叫黑鲢，它呀头部就是大，一般1/3是头，嗯，那它特别适合做鱼头，对。而且发现了，您已经处理了一分为二了。对，最重要的是，哎，要让它趴下。哎，哎呦喂，这漂亮了。对，实际上呢，走，应该再给它改改刀啊，来两刀，这样调味料容易进得去。对，它那汁儿就进到里面去了。好的，然后放在这儿以后，就需要把我们的配料。准备出来，配料需要的比较多啊，其实就是葱姜蒜，料都差不多备好了。对，因为咱们用蒸的方法，对，咱们不用油，嗯，哎，没有那么油腻，健康，这健康的厉害。
以现在首先呢，就把它布置在我们即将上锅蒸的这个大盘子里，然后我们用手抹一点盐，撒完之后要给它按摩，按摩，按摩完以后吃起来这个肉更好吃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而且呢还要让它开开嘴儿笑一笑，把里面都均匀涂抹到。对对对，然后把切好的姜片摆在上面，均匀的。哎，就像我们平常做美容，往脸上贴黄瓜片一样。哎，它也需要。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秘制调料。对，那这个还得按摩吗？这个呀，你愿意按我也不反对，但是辣手好像。好，注意，做鱼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需要一些料酒来激发它的这个鱼的新鲜的。对。好，来了。只需要给它淋浴上面撒。哎，对了，好，够了吗？停。好，我们再把小醋摆上去。对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彩椒。这大彩椒。对。好。哎呦，给好像盖被一样。这鱼今天是享受。哎呦，这好吃极了，这是。嘿，起盖。来，起盖，放入大蒸锅，红红火火。开大火。嗯，好，15分钟之后见了，蒸蒸日上，红红火火的剁椒大鱼头。好了，好了，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红红火火，哇，火红，哇，红是红，绿是绿，最后啊，配一些蒜末，最关键的一步啊，画龙点睛的一步，淋油。哇，那个蒜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对，就出来了。哦，大功告成。今天做一个豫菜的红焖羊肉啊，主要用的是豆瓣酱啊。首先，葱姜蒜是必须的，姜直接切成滚刀，胡萝卜一样还是滚刀切，葱也是一样。同样，这个肉也是中间一刀滚刀块。我们俩跟个门神一样站在这里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先把这个羊肉，哎，接下来任务交给你了，帮我把羊肉洗一洗。哦，这个可以，对吧？这个可以，我来了。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我们要炒这个料汁，稍微给一点点油就可以啊，然后我们直接下豆瓣酱，这道红焖羊肉所有的色泽以及咸的味道都来自于我们这个豆瓣酱啊。两勺底，我们把这个豆瓣酱完全炒开，炒出红油的味道。哎，辣椒的味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道菜呢是不会放别的辣椒的，所有的味道全部来自于豆瓣酱啊。再近一点。我们接下来要加的是香料，正常情况下八角两颗，花椒一把，小茴香一把。如果料多的话，您还可以加什么呢？比如说香叶。啊，比如说豆蔻、白芷，它的味道会更加香一些和丰富一些啊。接下来我们把葱姜蒜爆锅，羊肉下下去，稍微的挂点颜色啊。非常重要的一点啊，我们加什么？加啤酒。差不多在这样一个位置，我们把胡萝卜直接下进去。我们下完之后呢，就盖盖，小火炖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哎呀，看这个颜色，我们说这个菜核心叫滑，对吧？怎么才能滑呢？我们把它勾一点芡啊。这个我跟你讲，看着就有食欲，我估计4两米饭起吧。太香了。4两米饭起啊！把它整个的汤汁，把它芡汁起锅啦。水煮牛肉的灵魂是刀口辣椒，我再拦着他俩，他俩能把我给吃了。来吧来吧，哪儿呢？咱看看，都流出来了。这个盘子太有特点，哎呦，这是牛头的，这是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定制的一个牛头，还冒烟呢，这个。就是寓意着牛气冲天啊！真是，你看，对，一口能冒牛气。
这是不是浇油了？是需要淋上热油，但我们得先把这个刀口辣椒。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刀口辣椒。对，先要淋上去。这是灵魂，这是灵魂啊！公园，你不是一川菜厨子吗？你好好学学。所以这事儿我来干。你等会儿，这芝麻什么时候放？芝麻等一下再放。这个得有一个口诀。口诀你说。对对对，得用四川话来讲。四川话。要的。是嘞，我只教你一遍哦。一遍啊。好的哈。一淋葱尾。一淋葱尾。二淋增香。您来。什么？一淋葱味，二淋增香，三淋固涩。但得用四川话来讲。一淋葱尾，一淋葱尾。哇，喜欢。二淋增香，哎。三淋固涩，三淋固涩，三淋固涩。哎。哇，这个油。可以闻一下它的那个刀口辣椒的味道就出来，和那个激出来蒜味一起激发出来。对，是的。这要是配碗米饭就更好了。鸡肉佳肴。鸡肉是一种常见的肉类，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鲜美的口感。它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、维生素 B 群、铁、锌和磷等矿物质，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。鸡肉的口感鲜美，可以烹调成各种美食，无论是烤鸡、炸鸡、炖鸡还是鸡汤，都能够满足不同人口味的需求。我今天要做一道这个鸡胸肉。鸡胸肉其实我们都知道，鸡肉是白肉，所以它应该对减脂非常有帮助。很多就是女生啊，或者咱们这个健身人士，就是都需要。再给大家揭晓一下，我今天要做的是鸡丝，先切成片，再切丝。刀工很关键啊，我要切的薄一点。主要考验的是刀工，刀工，刀工很关键。你看，我们这个鸡丝呢，现在切完了。也是要给它做按摩了啊！哎，放点食盐，然后生抽以及料酒，再抓一下，抓均匀才能让它口感比较好。然后我再放一点淀粉。这个在做饭里面这道工序就是上浆，对，然后呢再厚一点挂糊，对，啊，挂糊呢接下来就得是炸了，下锅炸了，下锅炸了。油呢？油，我慢慢倒啊，就通过你倒这个油啊。这个娴熟程度就感觉在家里经常应该做饭了。对，好，基本差不多。那这一步很关键啊，要滑，热锅凉油，直接滑鸡丝，滑一下。你看一下去，很多底下的这个鸡丝已经马上变了颜色，要快速的给它翻一下。底下的这个鸡丝太多了啊，有点粘在一起了，局部给它转一转，滑一下。好，关火出锅。那么接下来再拿这个葱丝和姜末，要重新我们拿这个呛一下锅。葱丝。哎，葱丝来来，好嘞，葱丝给你找好了，放里边，放这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好，来了。甜面酱、豆瓣酱都可以。我接下来是生抽啊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甜面酱的灵感呢，是来自于北京的一道菜京酱肉丝，但是我为了迎合这个节日的喜庆的氛围，所以我给它做了一丝丝的改良，大家一会儿可以拭目以待啊。好，再倒一点老抽。好，可了解了，一点点糖提鲜啊，不要放太多啊，因为我们这是为了要提鲜用的。糖可以提鲜啊，可以往里倒鸡丝。好，我感觉这个菜现在这个色泽，我感觉有一种希望吃卷饼的冲动，哎，对吧？勾芡，薄薄的一层。好，我这个差不多了，可以出锅了。闻到香味了没有？还真不错，真的不错吧？摆盘了啊！哇，喜庆满堂彩。
我们一整只鸡，对吗？烤鸡这个难度就大了，这才有灵魂，对不对？对。首先呢，把它那个从腹部切开，内脏啊、淤血都已经清洗干净了。然后呢，用秘制的调料粉，粉要用双手。那您这个秘制的这是什么呢？这秘制的其实就是一种盐烤鸡粉，专门的。对，双手，哎。这个揉搓非常的关键啊，它有什么特殊的手法吗？你要用自己的爱心啊啊！行了，学一点，就把它全身给磨透，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让它附着上。然后呢，要它腌制透，通常呢需要大概20-30分钟。啊，这么长时间啊？对对对。这个鸡经过马杀鸡之后啊，你看那个浑身多漂亮，是，而且它那个调料都已经进入它的骨髓当中。嗯嗯，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？要过水。接下来你看，它就要泡澡了。啊，这咱东北人熟啊，这个洗浴文化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把身上的浴液洗去。对，你看啊，这个腌制好的鸡啊，要给它用开水稍稍的焯一下。对对对，来。泡澡了啊，来吧，泡澡。好，这个步骤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呢？首先啊，你看上边有很多的血水啊、沫子，要给它去除掉。再一个呢，开水焯一下，使它这个肉质更加紧致、紧沉。对，吃的时候口感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捞出来了。好的，来，这一下给捞出来，控。哎，好，给它控啊，控干一些啊，给它倒扣了，这别肚子流水，流水不行。好的。哇，你看泡过澡的它就是不一样，漂亮了，而且它都支棱起来了。对啊对啊，那可想而知又吃起来口感如何，满嘴的 Q 弹。哇，接下来再一步非常关键了啊，把控好水的鸡放入我们的砂锅当中。对，这里边我们要放上水。好的，淋到上面就这一量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多啊、就半碗水大概。对，一点儿打一个底。为了它的香气更加的浓郁，我们加了什么呢？特别从西湖采制的龙井茶啊，还要加茶叶在里边、对，使它的茶香浓郁。哇，我吃过茶叶蛋，还没吃过茶叶鸡呢。不容易吧，真的。哎，茶叶鸡有点意思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盖上，放入我们的烤箱当中。温度要升至200度，要烤120分钟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茶香鸡已经烤制完毕了，最后一步是什么？来揭晓。你看看这个颜色怎么样，烤制金黄了，但是汁水还是很多的。现在这一步就是用火把它这个汤汁收浓。哇，对，这鸡太棒了。我们最后一步已经完成了，收汁成功，它的名字叫飞黄腾达。所以说我们的这道飞黄腾达大功告成。我这道菜的特点就是口感鲜甜，鸡肉香酥软烂，并且是茶香悠长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您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哪边鸡汤底？这是涮肉、涮菜、涮海鲜。这是广东的名鸡，叫清远鸡。哦，清远鸡，清远鸡，大概炖多久是合适的？就是5-6分钟。5-6分钟就可以了。啊，这鸡油一冒出来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个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个是我们广东的一道那个西洋菜，这个就是配打边炉吃的啊。对对，直接就这样啊，直接涮着吃了。明白了，凉水就可以吃了。对，这个是蘸料，这个叫姜蓉。姜蓉，姜蓉，这个是就是纸油。哦，打边炉是先喝汤，然后吃鸡，吃完鸡之后再用这个鸡汤想涮点菜，涮点菜。哦，接下来啊，替大家尝一尝咱粤菜当中的一个代表菜打边炉，原汁原味儿。哎呀，就一个字儿，鲜呐！它这个鸡汤顶多就加了一点点盐，别的什么都不要加，是吧？原汁原味，原汁原味。营养汤羹，汤羹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。汤羹不仅是美食，还有医疗保健的作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汤羹的制作技术和食材不断丰富，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汤羹文化。
它注重原汁原味和食材的纯粹与鲜美。接下来我们这道菜有了虾头这道食材呢，我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了。还是我说的，我们这一轮的这道菜呢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最简朴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美食。那你看，豆腐、豌豆苗和虾放在一块儿，如果做出了一个虾头做的汤，这是一个非常滋补而且补钙的东西，老少咸宜，而且呢表面也非常低调，还有寓意啊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一道菜了。油盐少许不要，这个少许你自己掌握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已经开始沸腾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做两件事情，要处理我们这个豌豆苗和这个豆腐。邻居你好，您的那份汤我也给您做了，您放心。对啊，都带出来晾了。找一找我们家那些虾头的灵魂。啊，您放心，灵魂在这儿呢，我们已经给它吃干了、榨净了。在做这个虾头汤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用手掰，大概给它掰出来10块左右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工序啊，我们组长说了，这叫清汤。清汤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就是等这个煮沸了之后，大概5-6分钟，确保它这个汤汁儿啊已经非常的浓稠了。然后呢，虾脑里边的营养物质都已经给它泡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给它过滤出来。接下来我们这道工序呢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把水烧沸之后呢，我们要焯一下这个豌豆苗。下面的这个环节呢，把这个豆腐放进去焯一下，焯这个时间也是同理，时间不要太长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工序要干嘛呢？就是把这个汤和豆腐要给它汇合到一块儿。那这个锅基本上已经开始热了，然后把这个汤呢倒到这个锅里边，颜色真好。这不是自我表扬啊，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赞叹啊。虾汤已经开了，开完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把刚刚我们已经焯过的这个豆腐呢下入到这个虾汤里边。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啊，两个技巧。第一个技巧呢，你最好拿这样的一个汤勺顶着它往里边下，这样不容易溅出来，同时呢也不会让它变碎。豆腐本身它是没有这个咸淡的，你先放点盐，这个就是调味了。胡椒粉呢现在也可以调，因为胡椒粉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够去去这个腥嘛，因为毕竟我们用的是虾的嘛。那这个虾头豆腐豌豆汤，哎，最后要有一个清清白白。我们把这个豆尖呢，哎，放在中间的位置，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好看。接下来呢，请各位老师来品尝一下这道菜。各色主食，主食是指日常饮食中的主要能量来源，如米饭、面包、面条等，它们富含碳水化合物，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主要能量。主食对于人体可以说是非常重要。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家的汤圆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哦，好特别哟。这个应该就是最普通的吧。对，最传统的。上面撒的是什么？桂花吗？桂花，对，桂花。这里边有近10种原材料，哦，有花生、核桃、芝麻，然后里边添加了我们川渝一带特有的红橘制作而成的橘饼。哦，重庆汤圆呢就是有颗粒感的。嗯，对，介绍一下这个吧。这个是抹茶汤圆，是红豆馅儿。这个红的是什么馅儿的？这个是玫瑰馅儿的。我最想了解的是这道菜。这是我创新的原创的，是咸蛋黄口味的汤圆，白色的是牛奶做的。
我想知道，就这个咸蛋黄的这个汤圆齁不齁的慌？它其实很香甜哦，没有过多的那个咸蛋黄的味道，只是有一点点。这个是把汤圆和甜点相结合。我们推出这个汤圆过后，有很多年轻人就会来打卡，爆款了吧？对，会特别好奇，因为拍出来不像汤圆。对，好想法啊，好想法。未来还有很多可以创新的渠道和点子，开心的，开心。你给介绍一下吧。这什么馅儿的？都什么馅儿的？这个是特色的那个海胆水饺。海胆的。海胆水饺，海胆可以做水饺。对，它营养价值非常丰富，然后味道也特别鲜美。我跟你说，这口我想了整整三年了。来吧，给我吧。给你吧。给我吧，都给我。你拿一个。我筷子呢？你给讲讲这有什么讲究？这个包的时候。这个海胆呢，基本上大家都是会蒸着、煮着或者生着吃，然后把它包成海胆水饺的话，也是非常鲜美。它里面会少放一点盐，对，因为海胆里本来就有一些咸味。回家了吗？回家了吗？我回家了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有吃过海胆馅饺子。你尝尝。海胆馅饺子。哎呦，这个如果刚煮出来、刚出锅的，简直鲜美无敌。是不是啊？这里边有一点点韭菜。你里面加韭菜？对，会给它提一点味道。提鲜。哎呀妈呀，老高级了！来看看这个，像白菜一样的饺子。这个饺子你别告诉我是白菜馅儿的。是的，这是白菜水饺，它是用菠菜汁和制成的。您看上面这个绿的，好菠菜的和成的。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在白菜水饺，因为寓意这个百财嘛，然后里面会包两个硬币，吃到的人代表这一年风调雨顺。是。会发大财，我把这一盘吃了，总能吃到那个玉米。哎，我觉得你应该尝尝这个，熊宝。这是黑饺子吗？我以为是一盘木耳。啊，墨鱼水饺啊，这是墨鱼水饺吗？墨鱼饺，你尝尝啊。有一口一个呀。墨鱼的墨汁去和住成的这个黑色的皮。哎呀，太棒了。而且它有这个食补作用，有健脾利水的作用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前边这一排大饺子是什么呀？这么大的个儿，这就是胶东特色哦，鲅鱼水饺。鲅鱼水饺，这个鲅鱼水饺是光是鲅鱼吗？还是说也有肉馅儿，对不对？就纯鲅鱼，然后加了鲅鱼的，对，加了一点韭菜。哇，它这个大饺子太大了，这饺子你看，这太大了，半张脸。而且我们胶东有一个俗语，就是，鲅鱼水饺赛锅盖，就是形容它大。哇，这个你不觉得这个饺子有一个肉饼吗？就鱼肉饼的感觉。哇。哎，咱这过年必须吃饺子啊！给大家介绍一下饺子的来源啊。饺子原名娇儿啊，就是那个娇气的娇啊，娇美的娇，娇儿。相传是我国医圣张仲景发明的，新春佳节人们吃饺子，而且我们爱在饺子里面这包硬币，这一习俗寓意吉利。哎，你看咱北方的节日仪式必不可少的美食，那就是饺子。咱元旦吃饺子，初一吃饺子，初五吃饺子，十五吃饺子，头伏吃饺子，贴秋膘还吃饺子，冬至咱再吃饺子。对，饺子是节日和团圆的这种代名词，也是一种幸运和祝福的象征。饺子也不是咱北方的专属，南北方饺子的做法可以说是各具特色，形状也是各有特点。哎，没错。